见人了。谁是见人之角？见人之角，请啊！好，今晚算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的 Killaby 的贴纸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刀的形状，然后你可以贴在讨厌的人背后。对，没有，不在我这边啦。对，然后其实哎，外面应该有个贩卖区吧？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有个小皮箱，然后里面有些纸条，然后你们可以写一些话给我们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拿一张贴纸这样子。谢谢。
非常好。